波蘭揮揮手，今場會否有入球？腳下功夫啊，當然有保證啦。但係呢腳就射得正咗啲噃。藍衫嘅傑志喺亞冠連輸兩場，合共仲失咗九球波。翻到本地聯賽係咪可以谷底反彈呢？上半場啊，好似冇乜計，仲有個壞消息添，黃楊受傷要退下火線。在33分鐘後被入替的新祖很快就有次機會，出腳都快的了，但是門將周旭晨救出，傑志攻不入，反而富力這次反擊夠清脆，利安高中場一攞順勢過埋，還有基奧雲尼幫你手，利安高就自己再走位，真是比翻你啊。原半場前衛富力先開紀錄，見對手進攻咁爽快，傑志換邊之後都加快節奏，踩幾腳之後，科蘭第一時間射埋去，爭啲呢位烏拉圭球星之後再俾個靚波，盧卡斯攞遠處都係偏離目標，越攻越近磅噶啦，林恩許遠射中微爭啲穩，之後到科蘭角球開出嚟，華杜斯又未得，再攻過啦，首循環傑志對富力落後一球之下連入三球，今場就好似複製反勝嘅劇情咁，盧卡斯69分鐘追成平手先。前場夠勤力夠積極，呢次真係有回報，逼甩咗之後，華杜斯86分鐘射入反超前嘅一球，去到補時階段，盧卡斯有身位起腳都有勢，攻入佢今場個人第二球，亦都係佢今季喺聯賽嘅第13個入波，協助傑志反勝3-1。有線電視記者林普斯報導。